老雷，你看过着。哦，这不就好嘞？这个也大。啊？哟，可不巧。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哎呦，差不多了吧？走，回紫萝卜杆子。走，走，几箱萝卜。好嘞。这肉片没了啊！今天咱们用这些萝卜啊，做个萝卜干，也是下饭神器。喝个小酒，吃个小菜，哎。咱们在村里边刚拔的萝卜，水位大，杀水的时候啊，多放点盐，搅拌均匀，多腌腌，腌上两小时。大家看，杀了这么多水，自然晾干1到3天。老雷，你看三六三三能行了吗？行了，有点湿乎乎软软的，比前也轻了很多，小了很多。晒成这白干是最好的，慢点啊。不用晒干啊？不该晒得太干了，晒得太干了吃起来就不脆了。把开不倒上，第一能起到消毒作用，第二是萝卜干遇热能吸收水分，吃起来又脆干。把烫洗好的萝卜干晒成微干，放到大盆里。花椒面、十三香、辣椒面、白糖、熟菜籽油，用我20年功力的右手把它搅拌均匀，搅成这个熊面，放入熟芝麻。多少人能吃了呢？3个小时之后就能吃。哎呦了，小哥，哎，做好了吗？好嘞，好嘞。老雷，吃饭。倒点醋吧，倒点，没有醋哪来的灵魂？这个萝卜干吃个面条，吃个馒头的话，就上绝对带劲儿。再弄点去，给你上个小火车吃去，买点。